这个竟然一点都不卡，我以为这个会比较卡。太好了，终于不卡了。好，那我们终于可以聊一下今年的遗憾和明年的展望啦，耶、yeah!！我们还有10分钟就一起跨年了，耶、yeah!！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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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我们可以聊一下今年的遗憾和明年的展望啊！我已经说了第三遍这个话了。今年的遗憾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今年的遗憾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不，今年的遗憾就是我在这个20岁成年的第一年没有顺利把自己嫁出去。看来我第一年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我还有剩下的40年。哎，我今年多少岁？20岁。还有80年，嘿嘿嘿嘿嘿，嫁你，我才不嫁给你嘞。然后，今年的遗憾的事儿其实还是挺多的，就比方说，就今年的运气不好。就好多伤病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烂事儿啊，但是我都挺过来了，而且今年还有多少分钟？10分钟就要结束啦！明年会更好吗？明年会更好，大家一起来期待我明年会更好。我刚才在那边的网站上已经说了嘛，他们现在在，没有，还有10分钟新年快乐呢，倒数什么？还是我这个表慢？我刚才说他们现在可能回中心的人也开始吃火锅了嘛。真羡慕，我也好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哟。觉得好难过。啊，追衣领，哎呀，知道啦，你们跟妈妈一样。你是姐姐，看不清你们的字儿，锁骨。对呀，这个衣服特别展现锁骨呀，肩带出来了。有人给了我一个王冠，不要用鼻子对着你们。哎呀，我不是近视眼吗？
哎呀，今年怎么说？我希望说说明年吧，就明年希望可以拍更多的戏，然后可以明年不是还有小分队嘛，也可以让它顺顺利利的。然后明年可以交更多的朋友，这个对我有点难啊，算了，先说着嘛。然后明年可以让更多人喜欢我，你在说啥？你们现在还是不够喜欢我。不知道。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我要直播多久啊？至少把年跨完呗。来来来，哎呀，我今天没有那个啥，没有 music， 让我觉得好干呢。这么晚，当然是为了跟你们一起跨年，所以才不睡的呀。天黑日记啊，天黑日记，你们不是马上就要在演唱会上听到了吗？现在还要听啊？现在听不好听的。闭上眼，不知道能播多久，我大概播到困吧。不对，不是播到困，应该是播到饿，然后我就去找点水果吃。这个酒店不知道能不能点餐，不然也太惨了。哎呀，哦，100，哎呀，知道啦，100，你们真的是，哦，好，捂着来。新年快乐了吗？要到新年了吗？还有5分钟。你们现在居然有1万多个人在看我呀！我也没说啥呀，你们怎么这么棒啊？有谁送了一个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像个竹蜻蜓。我不怎么来直播啊。反正就这个意思。哎，有人刷了能飞过去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不懂。我们聊点什么吧，这样就有点干了。虽然说只有3分钟，那就先扯3分钟蛋吧。我没有回中仙，我现在一个人在北京的酒店，不过这个酒店还挺大的，是因为是尽头的房间，所以特别大，吓人，也不特别大，我见过更大的。
迷之沉默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怎么刷什么右肩？我是不可能在现在唱右肩的呀！你真的是太高看我了。这样举着好累啊！其实他们都是放在那儿直的播了。你才是小胖子，有人管我叫小胖子。我跟你说，刚刚老板发了两个红包，我两个红包都不在场，然后就过去了，简直了，我不开心。吃意面是什么梗？你们竟敢让老板再发，我喝的可能我就是随便。又有人管我叫胖宝宝，什么居心？是让我减肥吗？马上啊，还有一分钟，大家。注意了，零点要来啦！怎么还不来？怎么还不来？让我等得很焦急我。新年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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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年快乐。哎呦，新年快乐，我要叫，我要冲着天空大喊一声，算了，窗户打不开。新年快乐。我一个人在酒店里面疯了。新年快乐呀。接受你们的祝福和祝愿。啊，我现在还是不能困得这么早，好丢人，像个小孩子呀。我是一个能熬夜的大人。我不去睡觉，好不容易有这么多人来陪我玩了，对吧？我至少要再播个三天三夜，我才走。说本来就是小孩的那位啊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有多渴望一颗成熟的内心，你竟然一瞬间就给我打回原形，你是何居心？说肥小孩的拖出去斩了，为什么要吃蛋包饭？蛋包饭是什么梗？谁是肥小孩？谁是笨小孩？谁是胖小孩？谁是笨小孩？谁是胖胖？我打你！为什么永远四岁呢？为什么不是五岁呢？有人说蛋包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吃蛋包饭？因为今天的月亮很圆吗？我在说什么？今天有月亮吗？
说有人拿了我的40米长的大刀过来了，非常棒。哎呦，本来还你们还上一次还夸说一直播比这个好多了，你看现在一直播人太多挤爆了吧。我没有喝假酒，我只是在假嗨。这个时候不嗨一点，显得我自己很孤独，显得我自己很寂寞，显得我很可怜。刚才为什么突然黄了？啊！难道手机突然识别出了我？哈哈，聂倾城，这个时间开直播，你们都还在我？我刚才没，本来想着说要跟你们好好聊一下。立不住，立不住。立不住，立不住。今年还是，刚才还是挺有意义的，跟大家一起跨了年。完了，我现在已经回归了正常模式嘛。我一共才嗨了18分钟，就已经结束了吗？我的精力也太短了。我现在觉得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他们说新年的第一天不要哭。希望明年会更好。对，今年，希望今年我比去年好，希望今年大家都还能在我，我好丑，自己说自己。希望今年大家都还能继续在我的身边，然后希望今年我们一起走得更远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去年，没有怎么进步，好像，好像走得没有想象中那么远，所以其实在我的下半年其实有一点失落，但是。我觉得做人就是不能让讨厌你的人看笑话，对吧？就有很多人在想着说，希望张宇哥不好，然后，这，但是呢，我就是一个特别特别要面子的人，然后又特别的，
很要自尊的人，人家越觉得你不行，我就越生气，然后我就越想要把它做好。所以哎呀，现在已经开始说胡话了，我开始大概要开始闹叫了。总之我能在这里这边努力的时间也不可能是永远，作为 SNH48 的成员努力嘛，然后所以就希望可以越来越好。耳朵好红，大概是激动了吧。哎呀，你们说你们一直陪我好开心呢。我问你们啊，我是不是如果说在外面出别的通告想拍戏啊什么的一直不回来，你们就觉得就有一点不开心呢、啊、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觉得我不需要你们了，还是怎么样。就我觉得啊，其实我也知道，就大家的性格，其实和我一样，就算平时，平时可能没有那么的喜欢表达自己的感情，然后不开心的事也爱憋在心里，就是觉得有什么不满也不用说，但是，就我们，我觉得我们自己人就是丸子。但是你真的喜欢我的话，你觉得有什么不太好的地方，你可以留言也好啊，你可以跟我说，就是我很怕我们之间有什么隔阂。很怕被我拉黑嘛，那拉黑是我的事情，你们就粉丝还是会被拉黑的是吗？那没办法，我就是一个很作，也不是作，就是很随意的人，就可能对吧，你们也是吧，说平时就算假装也要假装自己的很好，但是其实有什么不开心啊，心里不开心啊，也是还是需要自己把它好好的消化掉，然后最好是不要被人家看出来，因为就主要是一个面子嘛，我觉得不酷特别没有面子，我一定要酷，我一定要做一个超级超级酷的人，可能是因为我还不成熟吧，所以我觉得有人说我不酷，气死我了，你对吧，我最酷，我最酷，哈哈哈！我最酷，拉黑拉黑，我跟，其实我有拉黑来了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我特别贱的一点就是，你有的时候有人来骂我嘛，然后我看着就很伤心，然后就有。会有丸子过去跟他对骂吗？不是对骂，就反驳他的观点。然后反驳的时候，就是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一句，等到
你反驳回去，然后那个黑子还没有反驳回来的那个，趁着这个时候拉黑，他就没有办法回复你了。我就是这样默默的在帮着你们，守护着你们。好坏的人，是不是超坏？其实我平时默默做了很多坏事，你们都不知道，还以为我很乖。所以你们发现，如果你回着回着，那个人就不骂你，就不回你了。可有的时候并不是他妥协了，而是我说你要听，你看，哎。有人说金牛座好可怕，其实不是啦，金牛座很好的，只是我比较坏。酷毙了！完了，这个要留底了，怎么办？我能把这一段以后把这段直播删掉吗？我说了我好多秘密啊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关于更博的事情。你们觉得我更博更的少，对吧？其实我对更博这个事情特别有压力，就是我很怕发的不好，很怕发的东西，就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，我有的时候发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我当时的情绪，然后不管是好的话也好，不好的话也好，我就。很容易发一些，就不是我真正要表达、心里想的东西。然后，而且你们也说我自己自拍其实很差劲的，然后又文字又不好的话，图片又不好的话，就是说发的很怕大家嫌弃我。然后有的时候我去表达一些东西，可能没有表达好，然后有很多人。误解我的意思，然后我又觉得很伤心，而且，但是我伤心，我又不能再点留言说你们理解错了，我不是这样想的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所以我就只能减少自己的发布量，来怎么说，来不让担心我的人，就是继续担心我。其实我是一个很想和大家交流的人，但是我就是很怕这个适得其反。对啊，所以我总觉得我是不是，我总说我自己很成熟了，然后其实我觉得我根本就没什么长进。开直播聊又觉得很累，就觉得也很害羞。不行，你们总是说 S 队的人，其实大家都宠着我，但是他们就这样，能多久呢？对吧？人总是要长大的。虽然说，我感觉只要我在 S 队的。只要我在 S 的一天，这些姐姐们就能保护我，也不是说保护我，就是，就希望，希望可以好好的把这个工。把这个东西做好，偶像，偶像其实，也不好，
说好做也不好做的，也可能大家觉得谁都能做，但我觉得确实好像谁都能做一样，但是做好其实感觉挺难的。我觉得我越来越做不好了。我四年前我什么都不怕，然后就是有很多冲劲，然后但现在想这个想那个的，我在觉得我是不是越活越没有小时候那么坚强了。嗯，哎呀，我今天就说的太多了，我觉得我明天10%会后悔，然后到处找地方删这个视频，不晓得能不能删掉。我这么欢脱的时间其实不多，大家也知道，平时是比较习惯于怎么说，习惯于沉默，习惯于观察。其实我就算站在那儿一动没有动，但我眼睛在看，我耳朵在听，我的你知道灵力，我的灵力，我有灵力就是其实我在感受着周围大家到底开不开心呢，或者是大家的氛围啊什么的。因为有人说，怎么说，有人说我的舞蹈很厉害，有人说我的表现力很厉害，但是我觉得怎么说，怎么表达这个事呢，我一表达不好又是不对的，就怪书没念好啊，就我可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做的那么好。有的时候哎呀对呀，正面面对自己才是成熟嘛。我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很逼自己的，我觉得自己做不好就是错误，做不好就是对不起所有人。我每天晚上在房间里，我是恨不得拜天拜地，然后给世界的万物磕头，也不是，就觉得很对不起所有人，就很对不起所有看的人，也很对不起所有对我有期待的人。但是怎么说，我现在就觉得大家都是人，如果我努力了之后我有一点失误，其实并不是罪该万死的，所以我现在就轻松多了，比之前的那一段时间。我觉得你们可能不想听我在这说这些很认真的话。啊，不要把手机抬高。好的，不把手机抬高。但是我不抬高，我又看不见你说啥。哎呀，所以说，我。不是，哎呀，你们没有对不起我。为什么说你们对不起我呢？现在不是年末，是年初了。我只是想展望一下今年，然后今年就继续做好我自己就够啦。我是感冒刚好，我不会再感冒了。
我上次也是说了，我绝对不会感冒，所以我重感冒，我连续发烧3、4天，38、9度降不下来，真的是好邪门的一个感冒。我自从成年之后就没有再感冒过，也不是，就没有再连续这么多天发烧过。最近真的很邪门，大家注意身体。对啊，不能立 flag。有人说想起了16岁在潜水玩的我，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吗？当时我就觉得一定不能怂，因为我上场之后发现有的成员那紧张的，就是很不敢说话嘛，但是我就想，如果我不说话的话，这个场子就垮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多说话，多说话。有人说我是完美偶像，净瞎说。现在已经27000多人在看直播了，今天能不能到3万呢？我已经播了37分钟了，我们再播个一会儿吧。我们口袋直播的人就是没有那种公共平台的人多。今天会突破4万吗？不太会吧。我的粉丝一共有4万人吗？对了，我再宣传一下明天的那个漫展的事情啊，请大家能来的都来啊，不然我一个人在那块儿，如果做活动没有人的话，很尴尬的。再说，还有北京的成员，我不能丢我们 SH40 的脸啊，虽然我总是在外面丢 SH40 的脸。我好饿啊，现在我觉得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一吃吧，我明天肯定会肿，因为我超级爱肿。你们也知道，我的那些外号啊、黑称啊都是哪儿来的？我就是特别爱肿，又特别饿，怎么办啊？What's okay 啊？有人说我多喝水，是不是要害我？有人说我饿的都说胡话了，我觉得今天到那个4万可能有点困难，所以我们今天到3万吧。吃饱这了，我有水果，我有苹果，我在那个深圳的时候订外卖。大家就合伙订的那个水果的拼单，然后就所有人都订什么奶油草莓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，然后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订了5个大苹果，然后被所有人嘲笑了。
我刚才说了，我今年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在20岁的这个第一年，哎呦，戴了王冠来，这样子是不是就像戴王冠一样？第一年没有成功把自己嫁出去，然后我觉得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很失败。我的愿望就是在我30岁之前结婚。这个愿望一点根据都没有。但是我觉得我一点也不人妻，真的会有人要我吗？我现在还看不出，还想象不到我以后成为别人妻子时候的样子，会不会只是在家里吃饱了之后就在玩啊？哈哈哈哈，好多人是要娶我呀！其实，反正还有，怎么说，还有4年可以成长嘛。等4年后出去了之后，大概就是一个很棒的女人了。那个时候大概就会有很多人要我了，现在估计还没有人要我。学会做饭。你们才说合约8年吗？难道我说漏嘴了吗？嫁给那个扫货，好害羞。他本来今天要过来的，但是我的飞机实在是太晚了。我在说，我搞完了之后，大概0点都过了，你就不要过来了。他就回学校了。给了你们4年时间准备吗？每次过来都会，一起逛逛街啊啥的。这4年你要攒够1000万，你确定4年后1000万还是很多吗？大概还是很多的，我总是在这种时候考虑很脱线的事情。现在竟然才0点半啊，时间真的过得很慢哎！如果一直说话一直说话的话，看来人那种话痨真的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怎么一直说话一直说话的？45入就是不，45入就是1个亿呀、啊！这个话我的，你知道这啊？你们今年最选的，哎呦，这个怎么又黄了？我以为他又识别我了。你们觉得今年你们？我才不要通宵呢！我明天胃肿，我本来就要再留点时间吃点东西，然后再运动一下，消化一下。你知道吗？算了，你们还是别知道了。我不需要把我的小秘密送给他听。对呀，3万，3万。哎，你们觉得今年最棒的，就你们最喜欢的流行语是什么？流行语，有一句有，我看到刚才还刷到有一个图嘛，我把它做成表情包了，就是，
就是你要我的小心心吗？那个超好玩。来，我用偶像的方式来说一下这个话吧，好好玩。你要我的小心心吗？有人说要，大家都说要，谢谢你们好捧场啊！你们还有什么什么像我说的版本的流星雨吗？啊啊！谁说枕头垮掉？我没有垮掉，我很少垮掉的好吗？我其实我很经常垮掉。Kiki， 我没有垮掉。我想想看，还有什么流行语很好啊？还有什么消息？对呀、啊，我刚才这样比，就是像你们比另一半啊。我妈妈也在开直播啊，嗯，真好。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吃那个啥吗？吃火锅吗？哎，对了对了，你们知道我这有个痣吗？看，这是一个哭痣，所以我其实特别爱哭。我没事自己在家就特别特别的爱，特别特别的爱想一想，然后就流下两滴眼泪水。哭痣，不不不，关于泪痣呢，长在这里是好的，但长在这里它就真的是哭，流眼泪的那个哭，就是说很苦的，一直在哭的那个痣。所以很苦的我。你们一直以为有岩石站在那，太过分了。对，其实我私底下其实就是一个哭包，但是我很少在人前哭，但是我自己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哭包。我自己在家，哎呦，好重的都没有，听到没有？我自己在家的时候，有人说去点掉，这样修图也那什么也省事。我为了给你们修图省个事，我去挨那个激光啪一下子呀。其实也可以，算了，也不难看，难看吗？不难看吧？我想想看，好像没有说有人说我难看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你们不要把这个哭包在那宣扬的太那个啊，我不然我以后特别坚强是不？又应该说我冷血了，对吧？点点特别容易落败吧。对呀、啊，哭包不是一个标，包一次标一次。我想想看，你们还有什么流星雨需要让我做吗？哎呦，三点五万了，看来今天可以到四万哎。是刚才谁说到四万？你好神啊！你看我妈她在吃火锅吧，我就说吧。我也想吃火锅，妈，不能再流眼泪了，
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，今天是一年的开始。张宇哥。我平时就很喜欢这样自己教导自己，你知道吗？特别是我有的时候很神经的在镜子面前练习我的演技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顺便对着自己说两句话，一般都是比较教育性的、励志性的，然后说完之后再骂自己一句神经病，然后就结束这一整个练习。不是，我拍一下自己不是因为那个啥吗？他们催眠的人不是最后都要拍一下吗？我觉得我也需要拍一下自己。啊，3.7万啊！竟然有快4万人了。我之前有到4万人吗？4万就给大家表演一个，挖鼻孔，离5万还早着嘞。不是，我不是问别人有没有达到4万，是我自己有没有达到过4万。我记得我以前直播过嘛。闭上眼。我才不要挖鼻孔呢，我只是随便说一下。你要我的小星星吗？你要我的小星星吗？想想还有什么很好笑的，我给搞一个我的版本。不知道了，不知道了。小酒窝唱歌，我又不是音乐型的主播。PPAP， I have a pen， I have apple， apple pen， I have a pen， I have pineapple， pineapple pen， apple pen， pineapple pen， paper， paper， apple， apple， 我不会唱了。真的吗？红白吗？你们有看到我们家老头吗？斯巴鲁啊，看到了，有人说看到了，完了，红的赢了，哎，斯巴鲁是哪一队的来着？红队吗？我知道老乔毕业了，哦不，我知道。前辈毕业了。赶紧给我汇报一下今年红白什么状况，我都没有看。我不要挖鼻孔，你别说话。
我不要挖鼻孔，你不要说话。我应该到不了五万了。我不要挖鼻孔，你别说话。我到不了五万了，这样吧，五万再挖鼻孔，但是我到不了了。今天，拜拜。4万干嘛？4万就亲亲呢。你们对我的感情绝对是变质了，原来那么觉得我是很可爱的宝宝，你们都不提这种要求了，现在竟然让我抠脚。竟然有人说先刘海，你们是没有见过我没有刘海的样子吗？今天确实状况有点差。好了，我大概要走了，给你们搞一个亲亲吧。搞一个壁咚吧。不行，这里光线不好。这里来，你们后面是墙啊。不行，整理一下头发。戴个帽子吧。来吧。今天圆满的结束了，好了，壁咚也壁咚过了，下次再搞一个腿咚、床咚、地咚，好了吗？好了吧？哈哈哈。我在享受20秒、20秒，你们这个啊，晚安之类的，学崩了之类的，我特别喜欢被夸奖。哦，对了，再说一遍，明天见哦，我今天晚上，唯一的公告就是这个了，明天我要去宣传我们的电影啦，知道吗？好吗？如果你们什么时候特别想看直播的话，就在我某一天的微博下面集体留言吧。如果特别多的话，我就会直；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，那就没有壁咚了。哎呦，好得意的样子，好傻。好吧，那跟我说拜拜吧，晚安吧，说晚安吧，还是说晚安吧。
那我用宝宝的方式来说，还是用很成熟的方式来说嘞？那今天就明下次再用很诚实的方成熟的方式来成熟的方式吧。三二一，晚安。好傻呀，拜拜。咳咳咳咳咳咳咳。